好，这个东方甄选918言论啊，暴露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事情，亚斌你也知道了，918是这个日本侵华的日子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东方甄选有个叫中灿的这个主播说918是个好日子，然后开玩笑说这个918就等于就要发。虽然说事后经过这个工作人员跟网友提醒之后呢，他道歉了嘛，是吧？他说自己是这个口误，但是客观上就是对多数的这个国人呢产生了很直接的这个伤害，因为这个日子对于现在的很多小朋友来讲可能没什么感觉。但对于我这个年纪啊，我们是有间接感触的啊，因为我们虽然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悲惨的这个历史，但自己的这个爷爷辈或者说是太爷爷这一辈的话，很多人其实都是受过日本人当时非人般的这个欺负的。我妈妈的爷爷是吧，就是当年被日本人折磨致死的。我妈妈的奶奶是吧，这个我太婆嘛，差点就是被什么呢，日本鬼子杀害嘛。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就看到有一个网友在给我发私信，他就说嘛，他以前挺喜欢东方甄选的，有的时候上学期上班间隙还会偷偷看看东方甄选，学点这个文化知识。但这次弄出这么一个918言论的话，他说他伤心了，因为他那个太爷爷啊，就是在这个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嘛，导致他的这个爷爷哈吃百家饭长大。完了，他的这个外公呢，十几岁就上了战场，留下多处枪伤嘛。所以说那场侵略战争的话，影响的那可就是几代人的这个悲惨记忆了。所以说918这个数字的话，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就是那么敏感。但是这个叫中灿的这个东方甄选主播的话呢，他显然不那么敏感啊，随口就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嘛，而且还那里开玩笑嘛，浑然不知。老实讲，这很可悲的。当然，这个事情更可悲的是地方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在他这个年纪里面啊，其实还有不少。就像他这样，对于这种家国大事，是吧，就是不敏感甚至是无知的人啊，如果说年纪再小一点的，这样的人会更多，你信吗？而且越是在自己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啊，西式思想占多的人啊，在他的这个政治觉悟或者说是家国历史情感上，他会越浅薄。你承认吗？你像中餐其实就很典型的一个案例了，他是重庆当地的一所这个双语学校毕业的嘛，每学期学费上万起步的那种民办学校嘛。后来虽然说转公办了，但是中灿上学那会儿就是民办性质的，这种学校招生简介上直接就跟你明说了，咱就要给你的孩子培养成什么国际视野的孩子嘛，奔着出国去培养的。这些学校呢，其实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了，对于这个语言西式思想的这个教育呢，他们是有侧重的，甚至是有特色的，但是对于这个中国思想政治啊，或者说是这个乃至是这个民族一些文化，甚至语文课他们都不好好上的。黄磊的这个女儿不也是国际学校出来的吗？其实多聪明的一个孩子啊，黄多多，对不对？但大就是一大姑娘，那么读一个小孩子的这个绘本，全是错别字，语文水平差到令人发指的。所以我就直说了嘛，你就这样的这个学校啊，语言教学硬件上肯定是先进的，但是你要论这个思想政治跟家国历史这一块的这个教育的话，有的这个学校水平啊，我估计都比不上一个18线小县城里面的这个职高理性嘛。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呢？因为我前几天呢，正好采访了我那个职高刚刚毕业的那个外甥啊，你就看看他这么一个18线小县城的这个职高里面教出来的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的思想觉悟。你为什么一直还是想在军队里面做？因为毕竟所有发生突发事件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冲在第一线。冲在第一线，你想冲在第一线了？对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去军队里面，你感觉没这个机会吗？我在军队里面，我就感觉看他们去抗震救灾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失落感。空落落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也是别人的父母，还是他们爸妈的孩子，对吧？他们都冲在第一线，而且年纪跟我都相仿的，大了也没几岁，看着他们去冲锋陷阵，就感觉我一无是处。那我在想，是你这个人本身在这方面天生觉悟比较好，还是说你们学校在这方面确实教育方式有独到之处啊，让你有这么好的觉悟？那我自我感觉吧，我这人也有政治天赋，然后外加上学校老师政治教的方法也好。你们学校方法好在哪里？你们学校也不怎么好，我感觉。
不是特别出名啊，在我们当地是不是？对啊。但是为什么在这方面为什么做的这么好？我们每学期都要组织团员去各个入口给，怎么说呢，去当地的交警大队吧，去慰问，然后去听他们的执勤故事吧，然后还要去扫墓，听参观军事博物馆之类的。全中国这种参加过这种老兵的演讲来说，听着真的热血澎湃。就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你也想冲上去？对，冲锋号一响，直接干。所以说你看到了吧？老实讲啊，我外甥是这么个人呢，我是一点儿都不意外的，因为这是我亲外甥嘛。我真正意外的呢是，他说他们这个学校还有很多跟他一样的人，这个我就很意外了，甚至是我就觉得感到高兴了，由衷的。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其实是不能丢的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嘛。你说在这个家国真正有难的时候，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说是像我外甥这样，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愣的，但是浑身是铁血的这个人，更值得去指望呢？还是能说八个外语，但是呢，民族情感跟家国意识都淡薄的人，更值得去托付呢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，你说呢？